我在这里预祝李若若演唱会成功。下面呢，我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的光临，谢谢。下面我就把节目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孙文先生。王老师在现场其实不需要主持人了，就王老师的口才顶呱呱。好，我继续介绍我们本场的音乐会。李若若将用中文、德文、意大利文一共演唱六组20首歌曲，涉及了中国大陆的民歌、歌剧和艺术歌曲，还有西洋歌剧、咏叹调等多种曲目。李若若女士是从我们王老师，刚才王老师说了有4年零10个月的时间，那么今天晚上演唱的曲目呢，是从李若若学唱的100余首歌曲中精选而出的。同时呢，我们音乐史的同门师兄弟姐妹们，还有王维国老师，还有李若若女士深爱的一位人儿，作为驻唱嘉宾登台演唱。在这样一个星光灿烂、辉煌、专业的舞台氛围中，我们希望各位朋友和我们的表演者一样，享受音乐，感悟生活，度过一个美好音乐之夜。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呢，首先以乡情拉开帷幕。家乡是我们每一个海外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们向前拼命奔跑，与现实和未知搏斗，步履蹒跚，伤痕累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着故乡的小路、故乡的树，那乡音、那乡情。当太阳再次升起之时，我们擦干泪痕，整理伤痛，凝聚起新的力量，砥砺前行。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音乐会的主持词的主要内容和我们的歌曲选择都是来自我们今晚的主角李若若女士。这里有她的人生感悟、她的情感和她的寄托。我们在座的观众来的都是朋友，都是知音、至交和亲人。主持人感谢大家的莅临，现在我就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举起您尊贵的双手，我们一起来鼓掌欢迎李若若女士登台。情缠绵，那
相映难改，一声声相映难改。